烟水两望，天地无情。如果真的无情，我丁毅刚才早已命丧在你手里。南海丁毅，待剑如己，剑在人在，七夕之时，定当来取七夕之剑。寒冰护体，余家庄，你要去的地方是余家庄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丁大侠，你要去的地方是余家庄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丁大侠。刚才你可以远走高飞，为什么回来救我？干嘛不说话？是不是后悔了？救人是好事，我怎么会后悔呢？只不过你救的是一个会杀你的人。没关系，你喜欢杀人是你的问题，我见死不救跟杀你有什么分别？我做不到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苗飞。你姓苗？阴山中姓苗的只有一家，
梁少天是你什么人？他是我大哥，你是苗少天的亲弟弟。嗯，想不到阴山之中居然有你这样的人，苗少天会有你这样的一个弟弟。苗少天真的死了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我真希望他没有死。如果我大哥还活着的话，他们就不会这样对我了。他们是谁？有人来了。是重地护法，是他。哎呀，惨了！如果让他逮到我，又要押我回阴山了。丁云大侠，如果你给他们抓住，下场肯定比我更惨。走吧。哎，干嘛？赶快离开呀！我要活下去，我也要让你活下去啊！你可以不用理我，你先走吧。你不知道，我还要指望你帮我去救朋友。太师叔，你怎么也在？哎，还看什么？快走吧！走啊！我现在被丁隐运功制住了，反正怎么也跑不掉。太师叔，我啊，牺牲小我，完成大我，来生再见了。走啊！洞定，你还笑什么？快走！看来跑不掉的不是我，而是丁隐。喂，你胡说什么？你是不是疯了？丁大侠看来身受其伤，忙不过来，居然还有功夫对付咱们阴山的苗太师叔。既然如此，连我一起对付，省点功夫。喂喂喂，洞弟，把剑拿开，别闹了。太师叔，怎么了？现在眼前的是跟阴山势不两立、杀之而后快的死敌丁隐，你居然反过来帮他。风水轮流转，不过真没想到这么快就吹到我这边的风了。丁隐，多谢你留下我一只手来杀你。喂，东弟，你不能这么做，丁隐曾经放你一条生路，你不该趁人之危，这不是大丈夫所为。弟兄们跟上。已经出手，为什么不现身相见呢？昆仑藏小月，忘情半瑶池，南海见丁隐，武林中顶尖的高手，果然名不虚传。阁下是什么人？对你有用之人，何用之有？引路。丁隐还需要别人来指引吗？当然，
因为你所要做的事情，都在路上。原来是你。这一路上留下蛛丝马迹，总让我找到要找的人。其实都是你在背后操纵的。你要什么？让你的剑饮血，一柄剑引够血之后，才能成为真正的绝世好剑。丁隐手上这把剑是不是好剑？不需要你操心。 好剑蒙尘，暴殄天物，是天地不容。说吧，你真正的目的是什么？你和阴山有仇？你是黑是白？是正是邪？黑白正邪，见仁见智。难道你丁隐自认为是正是白吗？黑白正邪之分，义理之所在。 我丁隐所作所为不为世人所唾弃，是黑是白并不重要。你铲除魔道，这是你的目的；你杀了我觉得该杀之人，这是我的目的。各有所求，岂不快哉？你非正非邪，又和阴山无冤无仇，这一路引我杀人，为的是什么？爽。做事不一定要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。 就为开心，就为痛快，做自己应该做的事，杀自己应该杀的人，大好头颅一刀砍之，这还不够痛快吗？我可不这么认为。为什么？我丁隐不想成为别人手里的剑。从你的眼神中，我已经看出来了。你知道就好。 天意，我在翠羽湖畔余家庄等你。他也要去余家庄？快！站住！一个也别想跑！ 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自闯。小心！哎，